在看新闻啊。播哪一个？这一段是什么？刚才那个草草讲那一段啊。我、哦、逛完了，OK，好好。就是说，对。所以不是我妈咪不要太话。哦，OK，好，我马上删掉。在干嘛？在上班哎，在上班？那边我这快6点，那快7点。对啊，晚上快7点。快准备下班了啊、哦！还有1个多小时啊。今天是在好区啊，今天放好区啊，开地址啊，有2400块。2400块。那大同开始工作，找了一家快炒店，他月薪4万多。10月26、27去找老妈，请她吃个饭，对啊，大概是上次老妈请吃客，请客，她想要回去，她想要吃。到，他是去西门町了，就顺便到板桥附近跟老妈吃个饭了。哦，那就现在开始上班在热炒店。对啊。他说环境他蛮喜欢的。哦，台中热炒店。要不要问哪一家？去他那边捧场一下。热炒店，澳门就两夫妻去吃，也不能点什么菜啊。是啊，他们有炒饭啊，点个炒饭啊之类的。可能刚上班吧，等他坐久一点再去吧。对，他好像最近才刚做，才刚做几天而已。对啊，而且他也很久没上班了，还要适应一下。对啊。我刚开始做，大概是很久没做了。所以有时候可能心情不好啊，因为都不熟嘛。有一段时间熟了就会好多了。
我那时候刚来台中，我也是去应征便当店啊。是。那时候刚去应征，薪水才37000哦，休4天。哇，37000才休4天，这么少？不、嗯。那、啊、工作嘞？工作会不会太累？没有啊，我才做3天，做3天就被 fire 了。啊？做3天就被 fire？ 你工作能力不会那么差吧？啊？我们应该就是应征到薪水比较低的啊。是哦，他可能觉得哦，37000开太高了，哦、然后后面有薪水低的进来，就跟我说，我、哦、应该不适任。是哦，是，还有这样的，找到薪水低的。技术就差啦，可能他们只是要什么切菜洗碗而已。没有啊，切菜洗菜是厨房阿姨在用啊，啊我去应征就是负责炒菜啊。那炒菜。炒菜37000，不高吧？对啊。那他们如果比37000还低，请到的，说不定可能一般般吧。因为那个他是跟我说，他们原本走掉的员工，他又回来做。是哦。在走掉员工在外面找不到工作，对，他3天就算一算薪水2000多块，然后就回家了。那后来我就去找那个送菜啊，送菜，对，那、啊、你那送菜做多久啊？送菜做2年啊。做2年。对啊。大同也是送菜，薪水也不高啊。送菜也是月休4天37000，也是月休4天的、啊。对、啊。做2年，中间只有升一次1000块而已。然后后来我要去做那个，我要去做那个开单，啊，老板会留人嘛，又说哦，再给你加2000啊，不要走啊。哦，我就跟他说啊，这个日夜颠倒啊。跟老婆时间配合不上啊，就还是坚持要走、啊。日夜颠倒。那时候指令也是做开单哦。
对啊，刚开始做开单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看业绩的啊，刚开始做也是18,000、20,000啊、30,000啊，就做了半年才有做到30,000多块啊。好，我想说阿月，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做啊。我想说，我休8天还有30,000多块，那比送菜好啊。是啊。哎呀。然后就来做开单了。哦。开单开出现做多久了？开单也做3年了啊。也做3年。今天去看屋子，27,800,000，甚至还有一间29,000，全新的屋，是新啊，但是感觉应该不会买，对啊，是新装潢还是新盖的？新盖的，2024年，今年刚盖好。有3房2卫啊，4房2卫啊之类的。那就物价通膨啊，都涨了呀。对啊，那个屋看起来，我是觉得一般般嘛，那个。窗户也是用最基本款的，有一间格局老婆是喜欢的，对啊，但是，哎，现在应该是不会去看这么贵的屋，对啊，一个月月供。房贷利率有下降。房贷利率是下降，听说是下降一点点。听说了，从8%掉到7%多。8%？对啊，8%，很多，你才知道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买一间20几万的，每个月要付2200多，2250的月供。对啊，还好啦，他跟他女朋友是一人负担一半的，一人付1000多。那他头期款是准备20,000多，他也是买10万块的房，他买20几万，20几万。20几万投期款才20,000，对啊，所以不够20%啊。那个这边的规矩是，你如果没有满20%比例的投期，删了，我删掉了。就你没有满20%投期款的话。他会多加一个叫做贷款保险，那贷款保险还好啦，加我是不知道是看屋子的比例还是什么，我那个时候是这间屋是如果贷款不足20%，他会加
100多叫贷款保险，贷款保险是防止你如果贷款缴不出来，然后就被法拍了，然后至少你要多买一个保险，对啊。什么都贵呀，对呀。那个去，后来去那个屋子材料行买了两个车库塑胶架。把所有的杂物稍微放在上面，车库就感觉比较有空间。就是要断舍离呀，东西不要堆太多啊。有啊，老婆也是问，怎么那些东西都用得到吗？看我800年都没用。但是又不是垃圾哦，对啊，像工具啊那些也不是垃圾。之前那个陈弟兄，他回加拿大，哇，就留了一大堆工具给我，一整箱，什么螺丝起子啊、钳子啊那些。然后那个有一个同事，她老公也送我一个工具箱，像行李箱那么大，那也是很方便啊，也是很方便，就是它是可以拆的，所以里面就可以摆什么锯子啊，所有的工具啊，电钻啊。也是很方便，但是就一个很大的工具箱在那里啊，说你上次才放上 YouTube，妈妈就听到，她听完就传简讯给哦，子林说没有啊，没生气啊，我很好啊，哈哈哈，啊是哦，老妈会上 YouTube 听哦，因为还通常我贴连接，贴连结贴啊，哇，连老，接给。哎，这个老妈，我太小看她了，我刚开始。我以为他不会上 YouTube 啊，因为我之前跟他讲说，就是你如果想要看以前的影片，就可以到我 YouTube 去看啊，或者是他想要听那些什么留言啊，还是什么的，他说他不会用啊，那我说那去找教会的年轻人啊。我想问老是的，妈，因为他虽然是用赖听啊，但是他赖播放完之后，还会有就，那个推荐影片，啊，你有播新的，但是他就会去点。是，没差啦，老妈应该不会怎么样的啊，对你一份心意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后来他也是有打电话来啊，我就跟他说，子林有讲啊，还是要跟妈妈说谢谢啦。
要帮帮我们出一点钱付房贷啦，我们那个就是先拿去还那个信用贷款，因为信用贷款利率3%嘛，利润3%，啊，还贷是2.3%，啊，就先把信贷还掉。哦，那这样好，对啊，减轻负担啊。对啊，就跟妈妈说啊，你要记得，你有钱放我这边啊，你要用钱的话，再跟我讲啊。哦。就说你自己把钱留在身上啊，你要吃饭看病啊。啊，妈妈就说，啊，现在年纪大啦，身上有点钱，日子好过的啊。我说你还是要留点钱在身上啊，到时候哪天要看病吃饭要用啊。那不错啊，老妈主要也是看到你有这心意啊，就好了。啊，总是常常挂在嘴边讲说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啊，他也不要想说是对谁偏心，对吧？嗯，看你终于买房子了，那也是想说能搬尽量搬了。以前他有讲过，就是你那时候开店，他也不是不搬，只是。他也是要，也是要吃饭过生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自己可能那个时候他也真的是也没什么钱吧，对啊。嗯。然后，所以那时候我要结婚前，哎，那时候还在美国，那老妈就说。啊呢，才存多少钱，结什么婚？我说那总不没存够钱就不结了。他说那你那些钱带回台湾能干嘛？我开店。他说你那点小钱开店，该开玩笑啦。我说哪有开玩笑？对啊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啦，老妈子。脑袋里头转的应该也是，他也没有多少钱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买个 present， 就老妈生意没了嘛，就是那个做衣服卖衣服的被那个姓曾的骗了之后，然后之后我也没有再汇什么钱给他，就顶多生活费啊，就他没存什么钱。所以那时候我结婚，他也是觉得也没办法搬什么了，对啊。那唯一搬的凑个什么聘礼啊，那叫什么？就反正就打个金戒指给我，有我跟伟丽啊，金戒指啊，金十字架啊这样子，对啊，对啊，结婚礼物嘛。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其实你那时候子君讲说啊，就别人的父母小孩要买房，父母都会拿出个几百万。老妈是觉得他是拿那几百万，他是拿不出来的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可能老妈也是比较会担心害怕，你看她脑筋不清不楚的傻傻的，有时候一听说那你可以把屋子卖掉啊，或拿去抵押啊，给我们去买房子啊，老妈一听就是哇，这个不靠谱。对，我在猜他身边应该也是很多阿姨，
也是跟他话长话短的，给他一堆想法跟意见。对啊，所以他那时候做便当店嘛，他有请那个外劳啊。嗯，他不是有跟你讲，有一次那个移民署就来抓那个外劳啊。他抓了要罚30万嘛。哇，30万！他子林就有跟他妈妈讲，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，30万你这个算小咖了啦。他说他那个认识的阿光阿姨在卖盐酥鸡啊。就自己做老板卖盐酥鸡，然后他儿子是要开那个网路商城啊，就做网购，然后他妈妈阿光阿姨就用房子贷款啊，贷了800万去给他做那个网购的生意啊。哇，800万，他就赔了一屁股啊。哦，就钱也赔掉了，房子也没了。哇，这么惨。我说，你看那个阿光阿姨现在负债800万，这个才负债30万，你没有觉得心情好多了？他要说，哎呦。但是重点是你帮不帮啊？那就只能来帮忙来雇几天呐、啊。雇几天？对啊，那时候他、那个外劳就被抓走了，他就缺一个人手啊。啊、那时候我也是跟妈妈跟爸爸讲了、欸、你那个工作不要做了，来我这边做，我缺一个人手、爸爸跟妈妈也是都说、我这个工作不能丢啊，我要继续做啊。哦，那奇怪，对啊，爸爸我有找过他来帮忙，他也是这样讲。对啊，我那时候问他的时候，他就在做保险啊。然后那时候是撑了一个月才找到人来帮忙。他那个时候他还有跟那个什么阿姨生活在一起啊？那时候没有啊。对啊，我记得没有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，他老爸过来，我给他薪水啊，然后他在这边租一个小套房，几千块这样子。然后老爸也是说，不要、我现在工作稳定。稳定什么？反正过来当做帮自己家人啊。我生意做起来绝对有你好处啊。反正老爸，他那时候就是。妈妈啦，跟岳母啊，就是有空就来便当店看一下、啊，帮个忙、啊。好了，我先去洗碗了，下次再聊了啊。好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